我现在这位置比较适应，比较塞一点点。哦，还行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很酸。有酸啊。超级酸的原因，酸爆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ve， 欢迎回到我频道。近期真的毛起来头部按摩了，因为头部放松的感觉实在太棒了，整个神清气爽。好，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没有订阅我的人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G。我们今天要去的店是 iMassage 信义店，我们要去做头部舒压课程，不晓得会是怎么样手法。现在就跟我一起看看吧 ，Go！所以肩颈的话就是会上油这样子，对 ，OK， 力道上还 OK 吗？嗯嗯。开中太清随时跟我说，好。有，所以你们的头部课程也是会有面部的部分吗？脸部有，其实对，因为像我们的话，主要会针对眼睛的部分，嗯、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其实像。用电脑用的多啊，三 C 之类的，眼睛会比较疲劳一点。那你们哪一天有特别不舒服？他可能就单纯摇来。来睡觉。还是有。其实还是有，就是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睡好的话。哦。然后其实做这个的话还蛮好睡的。嗯。还 OK 吗？这里？对对，那这边可能会比较酸一点。对，我是感受到。有，因为那边很大一块。对，那就那里很痛。你力道 OK 吗？要不要再重？可以啊。可以哦。好。哦，真的很有力。哦，真的。如果不够可以跟我说，我还可以更大力。还可以更大力。你想更大力吗？啊，你这样已经其实蛮大力了。那就这样，那就。这大力算什么？也是蛮好奇的。你要试试看吗？像这种定点的。哦，有哦，蛮舒服的。真的假的？他很耐痛。可是因为像如果你平常没有这么大力的话，你现在这样大力感觉好像很舒服，可是你回去会很有感觉。我平常被按都很大力。嗯，你自己决定。对对，顺顺比较好。嗯。老师做这很久吗？有一段时间了。感觉蛮长的。哎，老师，那你们有遇过？就是比较喜欢痛的比较多，还是不痛的？我跟你讲，看客群，我的客群都是会痛的，真的哈、哦。嗯，其实你常按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按到哪一个深度。就譬如说，像我帮他按，他要到这个深度，差不多吧。嗯。然后你就会觉得，哎、欸，你好像就是整个肌肉被放开了。可是通常这样的深度都会回去痛个两三天，就是他都算正常。这是可以指定老师？可以啊。哦，错。你还醒着吧？这里会比较酸，它应该会还好睡，因为这边其实很酸，超酸的。而且你这边比那个左边紧很多。有吗？我怎么觉得左边比较紧？没有，你看我刚刚就是有用成拳头，我刚刚就用那手头划过去，它这边因为太紧了，我进不去。那是确实比较没办法。嗯。你最近肩颈是怎样？我也是一般，状况很多。还是因为变天，今天会变很紧，遇到蛮多客人会这样。真的哦，你刚才叫吗？给他点面子。没有，我叫了很多次，没关系。啊、哦，哎呀，粉丝习惯了，不是睡就是酸痛都有。哦，对。哦，不错，说的。肩膀硬成这样，就你脖子的那个紧度有没有？我吓一跳了。怎么说？他脖子没有，就是跟那个肩膀这边成正比。真的？对，你脖子不算硬的哎。那还硬。你这样的脖子是我客人里面算松的。那你这客人多硬？我客人就是都是硬邦邦的，觉得他睡眠品质应该还行吧。他可以很快入睡，可是他浅眠。
异形。但是他脖子其实真的不算紧，因为一般如果睡眠很差的人，他的脖子是整个会非常硬的。可是他的其实还好，还行吗？这里？嗯，算。因为这一块是真的比较硬一点，所以你就忍耐一下吧。没事。我这边稍微帮你再敷一下吧。好。老师，你们是比较偏中式的按摩，对，难怪会比较有感觉。嗯，单纯那种 SPA 型的，好像就还好，比较没有办法。对，就是有些客人如果他是按重的，就无法对付他。先帮你试一下力道哦。好 ，OK 吗？对。因为这个比较适合，就是如果喜欢刮重的人，我自己都用这个。老师，这个是陶瓷做的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很舒服。它就是算刮痧板。对 ，OK。可是它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是对，它长得不太一样。还好吗？对对，很舒服。嗯，感觉蛮舒服的。你头应该都没有酸吧？嗯，目前没有。老师，你们这边做头部的人多吗？还蛮多的，蛮多的。对啊，因为这附近就是有上班族，所以我们一般，譬如说就是做按摩的时候，就会顺便把这个项目就是带进去。可是有些人还是会想要就是独立加强。嗯，这样力道也 OK。对对。老师，头部的力道一般不会比身体重，对不对？不会，面积比较小。对，可是有一些人，我有遇过压很重的，但是那个真的很少数。嗯、你睡着了吧？没有。我想说，好像听到你的那个呼气声，是那个鼻塞。鼻塞。你也是趴着的鼻塞。这样会比较痛啊？还可以吗？嗯，这样还可以。可以哈。我现在这位置比较注意一点，因为就整个这样上来，就觉得它比较塞一点点。嗯，还 OK 吗？可以。你要不要左右边动动看，然后看这边有没有哪里觉得比较胀的？左右边。嗯，你目前蛮舒服。可以哈，那我继续喽。好。有些地方会有点点痛痛的，会吗？嗯，我那不会很痛的，微微而已。对啊，刺痛刺痛。酸吗？会酸吗？酸会。酸会。感觉很卡的样子。很硬啊。对啊。你应该都听得到 Kiki Coco 的。对啊，那个声音很明显。我是听不到耶。这个声音是他才听得到，我们是听不到，我都是用感觉的。嗯。好硬，跟石头一样。有吗？没有那么硬。这块蛮硬的。还好吗？这里。可以。可以哈。哦，感觉整条都很硬。嗯，还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现在才发现你表情变了。这个应该是酸吧？酸吗？对啊，酸不会痛，但就是很酸。OK。电脑会太热吗？不会，这样可以。这边是不是比较还好？我觉得好像这边比较硬。刚刚比较硬。嗯，我觉得。帮你长稍微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，会吗？嗯。你刚刚觉得好像会比较悬空一点点。可是他已经快要睡着了，真的？真的，我觉得他那个整个反应变慢。哦。他要睡着了，我觉得。没有，现在睡不着。这个很酸。那你刚刚怎么反应慢慢慢？因为放空了。他今天到现在还没睡着，真是让人太意外。已经很多酸的地方，没这么好吃。可是为什么后来又要再按一次？因为背面的话，它是整个背部那会很好刮。对，可是如果正面的话，它就会这一块会比较少一点。对。所以我通常就是会翻过来，然后这边再稍微加强一下。你刚刚是打呼吗？嗯，没有。
很好睡。我大部分看基本上按完头就是睡觉了，头比较没有那么激烈。嗯，而且因为我一般我的客人上半身都还蛮激烈的，嗯，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完也累了。老师，你们这边的客群都是年轻的吗？都有，各个年龄层都有。可是长辈会比较少。长辈也不会，因为那个有些是会自己来，有些是那种他的孩子会带来。哦哦哦，对对对。戴眼镜应该会酸吧？有些地方会很酸，特别酸到洗过吗？我觉得有，他之前有按过，就眼睛的地方，他应该是没有睡觉的。因为他刚刚睡着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会醒，所以你也没遇过这样的情况。对。他会醒，因为他是有反应的。真的，他刚刚动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他应该醒了吧？还没。哎，现在在按眼睛喽。没有，很酸。有酸啊、哦。超级酸的眼睛。你好像眼睛都超级酸。酸爆了。你老师，所以如果疫情和缓之后，你们正常是下面会用？基本上就是看顾客需求。那、目前就是上半部。对对对，他很厉害，这边他还可以睡，那边其实是很酸。他很厉害。对啊，很难弥补的。对，而且他想睡，他就真的睡。酸吗？酸啊。你现在是睡着还是醒着？刚刚又睡。半睡半醒。对，这里是精油。没有，这是乳液。哦。对，因为有些人如果是上那个精油的话，没有，皮肤会比较敏感一点，所以就是用这种就无香的，对。Okay. 然后因为待会比较好擦掉。它是刮脸部的吗？对，然后我只把它刮到眼睛那边。嗯。我现在这个应该也是过一会就会退红。对，因为我基本上刮脸的话，就是我不会把你刮出痧。OK。我、这个就是刮了当下会红红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之后退了就好。Hello， 还在线上吗？有啊。你眼睛帮我动动看，有没有比较松一点？有，松很多了。可以哈。可以可以。那我这边帮你擦掉。好、不会太大力吧？不会不会。哎、老师，那这个不擦掉应该也没关系吧？对，可是因为就是我会习惯性，就是稍微把它、okay. 至少看起来也比较油亮油亮。好好，OK。我这应该又会酸了。我不知道。有酸吗？有。要睡觉。可以喽，我们先慢慢的坐起来。你这边有点紧，所以我帮你多推几下。还行吗？可以，感谢老师。这很像在播的感觉。嗯，没错。因为基本上肩颈啊跟头都是一体的。嗯，有他有时候肩颈太硬，他就会头痛。嗯，所以你回去了吗？你们就是可以准备一块热敷垫，就像刚刚我帮他热敷那样子。嗯，好。有空就躺在上面，那个会有差。你刚刚躺也不觉得蛮舒服的吗？很舒服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就回去可以再弄一块。舒服到不小心就睡着。而且他晚上都不会睡不着了，他现在睡晚上还是可以睡。对，这样很棒哎。因为像那个我们出去玩啊，之前去美国玩，然后老公就说，因为像我是那种没有时差的人，他就会说他很羡慕这种零时差。对啊，零时差很强耶。我觉得我应该就是。OK。嗨，各位，我们已经体验结束了。首先，我觉得这老师非常合我的胃口，所以喜欢这种口味的朋友们或粉丝们都可以来找这位老师，因为我觉得整体上真的很棒。来帮我按压肩膀啊，还有肩颈的地方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都很舒服，而且是很有力道的，但又不会让你很不舒服。
那他们家的头部部分的话，主要会是以用刮痧板那一类的来帮你去做放松。那我觉得虽然不是用压的，可是用刮的，刮完整个头脑还是会很舒服很空，就对。然后再加上那个眼睛眼部的按摩，按完整个就是眼睛变亮，然后现在整个人也是空空的，然后就是有一种弥留状态，因为太舒服了，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